这边那个沃尔和这个放射营地还蛮好的，这边是水电都是免费的，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停的车非常的多啊。我们前两年也是在这边停过的哈，那时候也是免费的，没想到对吧，时隔两年它还是免费的，所以说这个当地啊提供这个设施还是蛮好的。这个呢是这个环保厕所，地面上这些水啊它是每天都会浇水啊，浇完水了嘛就浇的多它就漫出来了啊，所以都这样的。行，我先把那个啥停下来，先把那个水电装水电给它充上，哎呀充满一下就好了，其实后面就用不了多少了，开心。把大白拉出来透透气，这边也好多狗啊，他们带了一条小狗。哦哟，这是那个什么斗牛犬吗？恶霸，霸道，恶霸，叫什么？恶霸。好壮啊！他一般只跟大狗玩，他也不跟小狗，跟他玩不赢，他一推给别人推倒了。是个力气的，他力气很大的。所以他只跟大狗玩，他跟阿拉斯加跟那些金毛大金毛跟那大狗一起玩，他可以玩。力气大，我估计力气比大白还大，好壮啊！你看这小狗，它有四十多斤呢，也有。它有四十多斤啊！它一身肌肉，它身上全是肌肉，它没肥肉的。你看它的脖子，好肥呀、啊！你看它的，它身上全是腱子肉。它是母的，应该还好，应该不会打架。打架不打，它就喜欢跟狗玩。它喜欢玩。它多大了？四岁多。四岁多。他身上全是肌肉，有劲得很。是的，一看就一般大狗都跟他玩玩，他玩累了都玩不赢他了。哎呀！大白说打不过啊。打不过。真的力气好大，大白小狗都打不过了啊！哦，男的小狗，我的天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好肥、啊，肌肉男，肌肉男，我一身肉，一身肌肉，我的天，哎呦，我的天，被他撞一撞，挺疼的。大白不一定打得他打得赢。哎哎哎哎哎哎！他喜欢咬别人那个绑带。又扯绑带了。好会玩啊他。好猛啊，真的是，好壮啊！他一玩嗨了就是这样。好壮啊！大白都有点吓到了。温柔一点，人家是母的。好好好。一停下来，赶紧就把这个水电加上哈。嗯，那必须的。你这个水管怎么回事啊？你猜猜猜，缠到一起了。打卷了。打卷了。我得给它拆开来，给它整理一下。理一理啊。它本来就是，我是绕着进去的呀，不知道它们出来怎么就变了呢。白可拉，可拉，我借点水，这两这个水给你喝，看看这个水质怎么样啊？啊，来，哎呦我的天，来看看这个水质怎么样？水质检测官，看来还不错嘛，是不是？不喝啦，水质看起来挺清澈的。那、那里别摔倒了啊！那个隔壁车的小美女。隔壁车的小美女过来我们车上玩，哎呦跟个猴子一样。大白生气了，大白拿娃娃跟你玩呢，别爬上去摔倒了啊、那小美女挺漂亮的，躲上去了。过来大白，过来过来，大白过来。哎呀你怕他呀？啊，都躲上去了，你别摔下来了啊！那里挺高的。哎呀，大白，嗷嗷嗷！
小美女。好，来来来，给我一起做视频。小美女可好玩了，连灯鳗鱼。看视频，看这是谁？这是他。他。这是你。这是谁？这是那个大白。大白。你们看看是跟个一模一样的吗？一模一样，你看。一说大白就过来了。打它，等下咬你，不能打狗的，知道吗？记得，摸它，不能打它，知道不？只能摸它。哎，乖乖摸它，就小妹在这边和鳗鱼玩。我们晚上呢，去煮一个面吃是好的，中午吃的蛮多的，煮个番茄鸡蛋面。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大白今天也好玩了啊，也有狗狗玩伴，还有小朋友玩伴。这是啥？这是他。是我。这是你，这是他。他是哥哥还是叔叔？阿姨。阿姨。童真啊。傻哥。傻瓜。下下就下小狗下。我天，大白喜欢小美女啊，让他坐上来，我坐他都不给。哎呦，大白。小朋友可以坐。哎呦。哎呦，这小美女给他个糖，他说没经过爸爸妈妈同意，不敢吃，不能吃呢。拿过去问他爸爸妈妈了，好听话呀，好可爱呀。大白你看，小女孩都比你懂事啊，你呢看到啥你都吃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跟小女孩学一学啊，看人家多懂事啊。问啦，问了爸爸妈妈啦，可不可以吃啊？脱鞋了呀。我知道脱鞋子呢。能吃吗？爸爸妈妈说，我爸爸说你爱吃，那你背个啥？能吃啊。能吃吗？爸爸说可以啊。这是。爸爸也想要，小心小心，别撞头了。爸爸，你不能用我的。过来过来过来。刚外面这边他们有叫送水的，我们买一桶吧哈。买一桶。嗯。桶是40块钱的押金。等我们不用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桶退掉。一桶水是12块钱。可以啊，在这边的话可以用一用啊，不然出去买水也不方便。晚上我们就随便吃点面条吧。中午是吃舒服了啊。中午吃太饱了都不饿了哈。就是。终于找到有水有电的营地，可以好好待一待了。买点快递寄过来吧。待一待。到时候把那个小电驴拿出来。要出去我们骑小电驴出去买菜啥的啊。对，车就不动弹了。我们也在这里过生活了，等这个疫情看看什么时候能控制住一点吧。对。啊，现在在车里吹着空调。可以开空调了。对，开心哈。最主要这边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挺好的，这边还专门弄了一个水电免费的一个地方哈。前几天他们说，这边领导还给他们送水了呢，送矿泉水呢。是吧，挺好的哈、对，那挺不错的。行吧，接下来呢我们一些天呢基本上都会驻扎在这个营地了哈。买快递。买快递。好久没买快递了哦。对。是。哇，这番茄鸡蛋面看着就要食欲。那我去这拿手面。不错不错啊。嗯。口子刚刚跟小朋友玩累了是不是啊？大白喜欢小朋友。到了克拉玛依啊，发现这边的蚊子也大了起来。哦，看到没，这么大。哦，好恐怖。必须要抓了它。必须要抓了它。